Nyang chi chimbo so dene nyu mi jang zonne ma la chimbo nga jia da par ke tang ngang tan tu shen me do tun ba tu ji jang la shang sar lo ha ti sun san ting ge ro ren bo ji ngu zhe keng da de wa chimbo war che keng si den de zhe bo sar sur an de so shin ji la de sur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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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ར སྲ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侵入普贤缘海的内容。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普贤心愿能在一切生当中起殊胜的作用，这个的道理呢，我们需要知道以愿的力量就能摄持我们自己的心取想所求的目标，而且呢，随着愿发的长久或者短暂，也会在长时间当中或者在短时间当中呢起出甚的作用。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在一切愿当中啊，普贤信愿就是最永久的愿，并且呢，普贤信愿品当中说法的每一种愿呢都没有时间上的边际。因为这个原因呢，普贤心愿力从今生开始一直到今未来际，会在生生世世当中相续不断地引导我们的心驱入如海的普贤完心当中，直到成佛仍然在没有任何分别心、没有任何功用价心、不必要亲做的状态当中呢，随着大原理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以真扣意不可思议的幻化度化一切的众生。那么今天呢，再从空间的方面来讲述，我们需要知道普贤信愿能周遍在十方浩瀚如海的世界当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真正和普贤心愿相应，那么不仅仅有益于自己的身心，有益于自己的家庭，有益于自己的城市国家，而且呢有益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其中的山河大地、花草树木、人类动物等等都能蒙受殊胜的价值，往好的方面转化。大家知道光速是极快的，每秒30万公里，但是呢我们的心念呢比光速呢还要快的。比方来讲，一想没过，心一刹那就已经越过了广阔的太平洋，到了美国。
又比如在地球上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有一朵莲花开放，而且呢念得越好，莲花就开得越茂盛的。这些呢都充分的说明我们的心呢能够参与空间起不可思议的作用。我们再看普贤心愿，在发每个愿的时候呢，都把心量呢扩展到遍法界虚空界的最大量，而且呢在这种心量当中呢包含了整个宇宙的一切的世界。这种发愿呢是把自己的历经、自己的供养、自己的随喜等等普遍推行到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一切善事祝福。像这样我们发愿的电波呢编辑到宇宙空间的每个点上面，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知道这种普贤心愿呢的的确确能周边在十方浩瀚如海的世界当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我们很多人会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普贤心愿品经书上是讲得很清楚，对普贤心愿品受持读诵等等有那样广大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怎么能生起很踏实的心结呢？我本人的看法就是关键要从万法唯心变现这个要点上进入观察，就是说你要领会唯心变现这一点，而且呢就是深入的往普贤心愿的里面一跳跳去做观察，这样的话呢就会对他的殊胜功德力呢引起很确定的一个信解，从此之后呢再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了。所谓唯心变现，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信念就会以此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包括在身体上、在外部环境上、在人际关系上、在福德受用上等等方方面面呢会造成同类的现象。真正能契合上普贤心愿，由此呢所全盘发出来的善的心念，它所具有的变现作用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广大和全面。我们很多人呢都读过谁知道答案这本书，这本书里面一些科学实验的事例对我们历届卫星变现呢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对户岁发出美好的祝愿会形成非常庄严美丽的结晶图案，孩子们对谁说好可爱，在这个时候呢水结晶所呈现的相状呢也是非常可爱的，听到骂他混蛋等等，在这个时候呢水呢几乎不能形成结晶，而且呢不能看到哪个国家的医院所标示的感谢呢水都会呈现出形状非常珍奇的美丽的结晶。我们需要知道这都是在证明我们的心就是七情万法的作者，水结晶只是一个小小的法，它同样是有心念的作用而被准确的制造出来的，它的庄严心态不是来自别的造物主，也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而是呢有善的心念来造成的。这个例子在佛法看来呢是很浅的，却可以帮助我们初学者理解为什么按普贤心愿修学可以得到三十二相的庄严相貌，可以出现庄严的国土，可以摄受一切尊缘等等。很多这些道理呢完全通过上面的比喻可以了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反照自己的身心，就很容易发现心念对身体所起的作用。当我们发起三念的同时啊，整个身体微观上的分子结构呢就会往庄严的方面转变，也就是说分子结构呢会变得更庄严更争气，细胞会更有活性，这样有微观和合的身体它的各部分的相貌呢都一定在变好，
编装演的，而且我们大家都学好了朱心武唱。如果学好了朱心武唱，对这一点呢会很相信的。我们当下这个身体就是刹那性的，以它作为因，在三心三念的助愿作用下呢，绝对会变出下一刹那的好的相貌。这个作用累加堕落，就造成稳定的一种相貌，这就是相随心变的意思。那么我们原作普贤心愿品，发起善心善愿，这不只是简单的说一句感谢，这就是原作变一切事，变一切处，一切善心都完全居住的普贤心海，再作意再发善心，它的内涵深和广达到极点。中类上来说，哪种善心没有包括在里面呢？在人间我们能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善心都包括在里面的，出世间诸佛菩萨所有的善心也都包括在里面。从深度光度上看，普贤心愿每种善愿都展开到周边一切时空的，所以这就是完善的重计，是一切三重的旺。那我们大家虔诚的心原著这样的佛陀教法的文字，做开发的最光大的善念，会不让自己的身体相貌转变吗？不转变是不可能的，不操作最圆满的相好转变也是不可能的。大家不妨翻找着自己的身心去体会。打比方来说，比如翻开普贤心愿品的经书，非常虔诚的一个心，原作经文说讲的那些方面，很真诚的，很广阔的运用自己的善心，按那样来随身发愿。比如原我对待一切的众生都像对待佛那样历尽，原我心未来际曾养赞叹三世诸佛的功德，原我对一切的祝福都献上最宽大的供养等等，这样一条条很真心的在发愿。再看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包括皮肤、肉质啊、肌肉啊、眼神啊、舌头等等，是不是方方面面都在潜移默化当中，这样不断的串续，不断的作意，不断的发善愿，而且呢不断的自信，这个力量积极起来，将来呢就会明显的出现金色的肤色，柔软光滑的皮肤，还呢就是光长舌、青莲花眼、较底前夫论相等等最庄严的三十二相，最后呢会完全在你身上显出来的。一般来说，三十二相的每种相号都是呢一类相应的善业造成的，而在普贤心愿里面什么善都有，所以呢就能引发圆满的三十二相。打比方来说，按照供养三世如来的愿望去发，逐渐逐渐的心里呢形成了一种善愿，而且呢推动着心位做供养，自然而然呢就得到较低前夫论相。还有呢就是常常呢按照这次真法的愿问度松作意，按照那样开始去做，当然自己的舌头就变成光长舌相，最后呢这个舌不单大到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且呢一舌呢流出无量音，一音呢流出无量的言辞。总而言之，一个感谢你的善念，或者呢一句让我来帮助你的善意，都能让最接近变得庄严，更何况按普贤心愿把自己的心心当中的无量无边的善心都开发出来，都开发到周边一切时空，这样的善念呢会造成这样的七心庄严呢。我们需要知道，当心和普贤心愿相应的时候呢，能开发出自心普现无量的鲜妙善心，而这些善心发出来的时候呢，一分分在引起身体的变化，
整个身体的相貌在全方位的转变，整个气质及环境也全方位的被净化。所以呢，在一处过伤就有最庄严的三十二相，就有无量的过土庄严出现。所以说我们应该事实都活在普贤心愿的发言当中，这样呢，从我们的心中呢，会事事处处发出骤变失控的三年电波。当然，这就使得自己的身体、形态、家庭气氛、生活工作的环境、身边的花草树木，乃至整个生存的环境，方方面面呢，都往好的方面转变。玩法的作者为就是你的一颗心，而且你的心的本性，它就是完嫩的一种自信，而且依靠它能出现无量无边的功德，能够承办是它而立的殊胜的功德。所以呢，依靠这种普贤大原理法缘推动下呢，那么整个时空都可以转变，而且你的善愿非常广大，非常清净，所以呢，一切生存的环境方方面面呢，都往好的方面转变。讲到这个时候，有人说，我认为现在发起的善念是微笑的，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像普贤行品经典当中所讲的，现现那么大的果报，确实让人难以置信。我们需要知道，这就要立即种子的作用。比如我们这里种的文殊画，夏天呢开花，开花后呢花凋谢了，留下青色的，就像小莲蓬那样，里面呢抱了很多微笑的花子，这些花子散落在地里面，来年呢会长出根茎枝叶，开出红红晃晃的文殊画，非常美丽灿烂。那么在花字的阶段，体积很小的，里面呢根本没有任何根茎叶化的形状，颜色香味淡淡，但是呢确实这些以中字的功能呢都能显现出来的。如果在大草原上撒满这样的花字，自己因缘到了，确确实实会开出一片花的海洋。这样我们就会理解到，我们现在很真心地念诵普贤宣品，加上理解了普贤宣品原文的含义，能很准确的、很深刻的作用。哎，深刻就是指深深的刻在自己的心上，不是表面化的嘴巴上溜过，而是呢很深刻的作用。这就在自己的心底上呢种下了普贤心愿的种子，到将来呢会显现多少种的果子，会显现多长久、多宽大的果子，我们想一下，也让人感觉不可思议。我们内的心种的种子，成熟果实的能力呢，远远超过了外在事物种子的能力。更何况普贤心愿的种子，是在一切内种子中最不可思议的。我再讲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这个深深的道理。在《仙经》当中这样说道：往昔佛陀在世的时候，舍卫鬼有个须达张者，心敬佛法，是深重的世俗。须达家中呢有两只鹦鹉，天真呢聪明伶俐，能听懂人的语言，而且呢每次见到比丘来，这两只鸟就先信告诉家人，让家人出来迎接。有一次呢，阿难尊者来到张者家，见到这两只鹦鹉聪明伶俐的，就给他们呢讲了枯寂灭道的四谛法。张者家的门前呢有一棵树，两只鸟听完枯寂灭道的法，就飞到树上，很欢喜的吃松所听到的四谛法。在夜间，这两只鸟在树上入睡，被夜狐狸吃掉了。之后呢，以欢喜心吃松佛法的三根，升到是天王天。寿命穷尽呢，就又升到道理天。道理天寿命穷尽了，升到夜魔天。夜魔天寿命穷尽了，
上身都衰天，都衰天寿命穷尽了，上身化了天，化了天寿命穷尽呢，上身他化自在天，然后呢在他化自在天寿命穷尽，又下身到化了天，这样依次往下升到是天王天，是天王天寿命穷尽呢，又往上上升，坚持坚持的升到他化自在天，这样上上下下往返的七次，在六种欲天当中受生，随意享受快乐，最后命中升到人间，并且呢出家修道得毗湿佛果，在现经当中这样讲到。那我们大家看到当时两只鹦鹉在师兄师弟法，在他们的口中，在他们的身体里，在数字上呢根本没有从天王天到他化自在天的流域天的美妙天宫，天人庄严的圣地，一万年的寿命，种种天眼天耳等的圣通，天前世等的无以生活，他们只是呢欢喜的吃诵呢一些法句经文，可是种子的功能一旦成熟，竟然变现出上下七番六一天，在长达一万年里享受天界的快乐，最终呢还将生人间出家正果，这样光大的果报。那我们想这两只鸟种下什么样的善因呢？不过是在听到了比丘讲法之后很欢喜的持诵，并没有很慎的去自修，而且呢他们持诵的只是师弟法这一部分，但是呢后来先现的天界福报和出家正果确确实实都来源于这个法心，这根本不能和普贤心愿的法心相比，且不说普贤心愿全部的内涵，单单摄持真法的这条愿，是发愿受持三十一切诸佛的所有微妙的法轮，而且呢发愿通过自己的言说来光现一切能成就菩提的修行，而且呢通过自己的修行呢让普贤道得以究竟清净，而且呢是经未来界说相续不断的按这样行持。如果我们能对这一条愿的发意生气呢很欢喜很仰慕的心，那就远远超过呢欢喜之中师弟法这一分法的量，那么像这样多往深广的方面展开观察，多往菩提道从因到果全分的修行方面展开观察，一定可以理解到远普贤虚愿品做实发性变现过失的能力呢极其广大不可思议的。我们现在得到这样好的人生，在心理和智慧上而不知要比鹦鹉强多少倍，如果我们能正确的广阔的运用我们的善心，圆作抱憾无量无边光大心海的普贤大心，发起欢喜可样的心，那么我们以这个内涵会无数倍的超过两只鹦鹉的善心功德，将来会出现多光大的果报，只要心里稍微衡量一下就知道确确实实不可思议的。经典上给我们真理就说，若人一次普贤愿度诵受持及言说果报为佛能增值，决定获胜菩提道，也是这种殊胜的果报只有佛天量遍照十方三十一切因果的智慧才能全分的了之，此外呢不论是谁也没有办法衡量它的量，或者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来做观察，记得佛书上有记载，有一个比丘对着一座孤父的一塔五体投地的恭敬礼拜，佛说他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果报，就是从他脚下踩到的地面一直到金刚地基之间有多少里位称，就会得到那么多次的专人王的福报。我们需要知道顶礼一尊佛的一他都有这样光大的功德，何况普贤愿望是对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为成熟的祝福一都做历尽的，
这个功德按照佛的数量乘上去到底有多大呢？确确实实光大不可思议的。还有呢，如果我们能有学习普贤心愿，开发出这样的清净光大的善心，就是我们真正理解了三世诸佛的深深意义，然后呢，事事处处见到一切都是佛，不但过去和现在已经成就菩提果的是佛，现在的一切六道众生，下至蚊虫蚂蚁也都是佛，而且呢，都像对待释迦牟尼佛那样的诚实恭敬。你这样无上的心愿力，会让一切人的生命境界发生完全的转变，事事处处呢，都在普贤心愿的作用下，对面前的一切的佛都升起利金，这就是不必要脱离生活，事事处处呢都能聚集光大的功德。如果你发得起这样殊胜的信愿，不必要等待后世的，就在你生活的当下就会发生极大的一种转变，包括身心上呢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感受，大家好好想一下就会理解到的。在菩萨奔行经上面说到，假设有无量亿的人都成为圆觉阿罗汉，如果有人对于他们长期的以衣服、饮食、衣药、卧具做供养，坚持做一百年，这会得到极大的功德。但是呢，不如有人以欢喜心用一个寄松赞叹如来的殊胜功德。另外呢，在经典上又讲到，释迦佛在因地寺用一手寄松赞叹当世的菩萨佛，就说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以这个赞佛的功德，释迦佛呢功德超过九界，比弥勒菩萨提前成佛。那我们需要知道，以一个偈之赞佛都有这样大的功德，更何况普贤心愿是发愿要以最微妙的舌根，每一个舌根出无尽的音声海，每一个音声呢出一切言辞海，承仰赞叹一切善事如来的种种的功德海，穷微乃尽，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果我们大家对这个最光大的妙心能升起欢喜心，能升起渴求的心，哪怕升起一刹那的欢喜心，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又比如在《悲华经》上面讲，用一朵花撒在空中供养十方诸佛，所获得的福德一直到一切苦都灭尽了也不会穷尽。还有呢，一位一尔阿罗汉前世用一朵花呢供养佛塔，在九十一劫当中呢感受人天的快乐，最后呢还有这个福德力呢见到释迦牟尼佛，证了阿罗汉果。我们想想普贤供养愿望的内涵，第一点供养的对境就是十方三世一切浩瀚如海的祝福，第二点供养的物品就是人天世界里最好的画像、衣服、音乐、光明等等和一切的真法修行，第三点供养的世界呢就是穷尽危难的借宿，一直相续不断。然后供养的心呢就是有生界心、有心愿的力量，以普贤心愿品的文字作为开发的祝愿，我们虔诚的信去念诵，好好把自己的心呢投入到普贤心愿品原文所宣示的一经当中，一定会升起极光大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福德，谁也算不出来的福德。那么以上呢我们举了三个例子，大家可以类推观察，从常寒问、忏悔业障看到普界回向，再把偈颂当中的一条条的发愿内涵分开来具体的看，这样呢你就会恍然大悟，
为什么念修普贤信愿是即是经藏的无上方便？为什么做任何修行都要以普贤信愿发愿应持？这些问题呢，自然而然就在自己的心里解开了。讲到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普贤信愿品的原文确实是这个即殊胜的开化的祝愿，它能起一种重开观的作用，一开就会开出一片光明，也就是说把你的心呢放上去，和它相应，内在的光大的善心呢就开出来了。那我们想，为什么要凭借经文开法呢？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不妨问问大家，在你没有看到这些殊胜的经文之前，你们自己就明白一切的善心可以有这样光大的境界吗？恐怕你凭空想上一意念也想不出来这样的。包括实践的老师啊、专家、学者、领袖乃至天人、现任阿罗汉都说不出这样的大的境界来。而我们呢，又愿遇到这样殊胜的佛语，只要好好的圆着这些经文，在自己的心里自然开发出极光大的信愿，这就是我们不能离开经文寻觅的殊胜的原因。想想看，一种在意念当中都生不起清净的善心，借着经文就开发出来了，就得到了相应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有人问我，你讲到修持普贤信愿，凡是受用大乘法的僧愿都会人运的得到，都会自自然然的得到，而且呢种种能产生苦恼，能引发身心疾病等等的恶因缘，统统呢都能转为菩提心和修行的助伴。对这条怎么让我升起心结呢？我暂时不解答。首先呢看一个故事，等看懂了故事里面的道理之后呢，自然而然就会把问题解开的。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位红居士，他和一位中学老师结婚，生了四个子女，丈夫的工资呢微薄，他要用这些钱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还要呢提供孩子们住宿。20年来他呢没有做过一件新的衣服，中午呢几乎都是在饥饿当中度过的，可见生活很困难。但是呢他的善根呢很深厚，一到时间呢就去寺院里拜佛。丈夫呢反对他去寺院，他的子女们呢也不欢喜母亲去寺院，而且呢丈夫常常很不满意的就说，放下家里的事去寺院成什么话。他就回答，我活在世界上唯一的寄托就是亲近佛陀，如果不让我亲近佛陀，我没有办法活下去。丈夫就说，那样的话你干脆就去寺院过日子。他就说，要那样就好了。红居士呢每次去寺院前呢都要和丈夫呢大吵一顿，回到家里又要吵一顿。后来呢寺院的住持和尚知道了他的状况，就对他说，你从现在起不要再来寺庙了。没有转变家里丈夫和子女的心志向，不要来寺院，直到子女的口里能说出来，妈妈今天是去寺院的日子，家里的事我们来做，你去寺院吧。丈夫口里也能说，所有的事我们来做，你去吧。直到丈夫和女儿的口中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再来寺院，在这个之前你就在家里好好的发愿尽责任。后来呢红居士10年当中没有进过寺院的门，像观世音菩萨的在日，初一初八十五等等，本来应该呢去寺院的日子，他呢就独自在家里一个人发愿。他对佛说，佛陀，今天是拜佛的日子，但我有责任还没有尽完，所以去不了，我没有忘记佛的恩德，我在这里给佛尽力，我为我的全家祝愿，祈求佛的光明恒是加倍我一家人。后来呢从他的丈夫和子女的口中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
宁取寺院吧，而其丈夫和女儿呢也都变成了佛教徒。但是呢，她的生活仍然不富裕，她想对寺院做一些供养也很困难。有一年正月十五号，她去韩城丁法寺见到一个信徒在佛像前呢供养了两袋大米，他呢当时心里一阵羞愧，他呢很想供养佛陀，但是呢确实拿不出钱来买米。正当他无奈的时候呢，忽然冒出来一个想法，我可以在做早晚饭的时候呢解身出一勺大米，把这些米呢积攒起来供养佛。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做饭的时候呢都伸出一勺大米放在一个口袋里，然后呢给家人一个个的做祝愿，然后呢就是每个月呢去一次寺院，把攒下来的米呢供养在佛像前。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很奇妙的一个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呢再没有出现过因为粮食而操心的事。丈夫的事业呢也很顺利的，孩子们呢全部上了大学，并且呢就是参加立业，过得都很幸福。那么我们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知道红居士错在哪里吗？他以后又是这样把微愿转成顺愿，让家庭幸福的呢？啊，我想他呢以前对涅槃过的佛陀懂得尊敬，内心畏惧，但是呢对家里就在身边的佛呢不知道尊敬。实际上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天天和被烦恼覆盖的活作的佛陀生活在一起的，但是他怎么样呢？对每天一起生活的佛陀置之不顾，本来自己是具有绝对的唯一的佛性，丈夫和孩子们也是同样如此的，本应该在互相尊敬当中生活，但是呢他却为了上寺庙轻视了活在身边的佛陀，忽视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呢每一次上寺院前前后后都要和丈夫大吵一场，搞得呢丈夫孩子都不高兴，这都是因为忘掉了佛心而生活的原因。其实呢在佛教的传统里呢，早就有看一切人都是佛，父母就是佛，丈夫妻子就是佛，子女就是佛的一个教诲。但是一般人呢狭隘的理解了佛法，只把寺院里的佛像看成是佛，对身边的佛呢非常轻视，实际上呢这就是和佛陀的教诲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寺院的住持和尚非常高明，一眼就看出他的偏差，叫他呢在家里尽心尽力的诚实丈夫孩子，好好的为自己的家人发出三心来祝愿。他果然以这个三愿的力量化解了家庭的矛盾，他事事都这样祝愿：愿我的丈夫健康，子女健康，愿佛光加倍我的家庭幸福等等。那么对于家人有这样的好的善心，家人会不被感化吗？最后呢他们都主动的提醒他去寺庙拜佛。这个故事教育意义呢很深，我们大家听到了没有？怎么让自己的家幸福，知道怎么做吗？从这里讲到我们修持普贤心愿的一个关键呢，就是要我们把佛心作为人生的根本而生活。如果不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仅仅对自己轻视，对别人也轻视，这就是没有对佛心升起决心，才落到这般的生活道路当中。如果我们能有一切众生是佛的信念作为基础，那么普贤心愿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无论是对十方善事一切佛的历经成长供养忏悔碎息乃至碎学恒顺，全都是在这个上面建立起来的信位。大家一定要领会，经文里既然说呢十方善事一切佛，就是包括呢一切的一切，
其中的唯来佛就是指一切天下的六道众生，尤其在恒顺众生这条愿里面，主要就是讲成是众生要想成是如来一样，能令众生生欢喜心，就能令如来生欢喜心。如果我们对待所有的人都能像对待佛一样，那我们的尊愿就可以任运的积聚了，甚至以前接下的不好的因缘都会开始化解，转为好的一种殊胜的因缘。像这样展开来看，如果我们对普贤心愿广大心海的深深意义有深刻的认识，有深深的境界，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打比方来讲，比如恒顺众生的方面，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乃至一切一切的众生呢，都像对待佛陀一样的恭敬诚实供养的。还呢，一至三智师和同分菩萨的方面，尽心尽力的让三智师生欢喜心，在深刻意和原理方面和同分菩萨和和相处的。同样的，对一切诸佛都是历经成长供养等的。还有呢，就是对一切六道众生和深咒阿罗汉菩萨佛的功德，都以呢自诚心做殊胜的随行。另外呢，对一切佛的圣法都摄取、都宣言、都修正的。同样的，对一切的气世界幻境都庄严、都净化等等，朝着这个方面去发愿、去驱入，那么一切一切修大乘法的神愿都会摄及的，并且呢，一切的违愿呢都会转成菩提心和修行的助伴。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我们大家看看自己所接触到的因缘，有哪样没有包括在里面呢？你的生活分解开来，不过就是这些事事处处都会遇到的有情众生，在修行上就是遇到三智师和同行道友以及诸佛和佛的教法，再就是自己的深处的气世界。如果这些都有普贤心愿来摄持，是不是会人云摄受一切修行的尊严呢？决定会摄受一切修行的尊严。而且呢，普贤信愿发愿忏悔过去一切不好的行为，远离一切菩萨性的障垢，这不是能远离一切违缘吗？像这样进行思维，就会彻底的向心修行普贤心愿的利益，确确实实是慈人善得圣寿名，慈人善来人中圣。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在普贤心愿品里面有好几句都有快速的意思，比如说速见如来无量光，或者呢速成普贤菩萨心，或者呢就是速灭极恶无五见罪，或者呢速以菩提妄想。而且呢在讲经里也就是说了，这是超生下下乘不可计数倍的无上的妙法。那么对于这些怎么理解呢？下面还是首先讲个故事再做启发。故事说，说朝鲜世代有一户新过的人家，儿子结了婚，新娘子的行为呢疯疯癫癫的，他呢不仅衣服穿不整齐，说话也很难听，对公婆也不尽利益，行为上呢我行我素。丈夫呢一开始对他呢好言相劝，但是呢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也吓唬过他，你再这样下去会遭天打雷劈的，但是呢也毫无效果。最后呢气得手里拉起棍子来了，把他呢关闭在房子里。总之呢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但是呢女人的脾气太重，仍然改不过来。国家呢是大富的家庭，不能把他休掉赶出家门，只能讲究着维持一种形象上的夫妇生活。有一天丈夫在读孟子，他的眼睛呢注意到一句话，人心本来是真挚的，每个人的本心呢都和尧舜一样，尧舜就是古代的尧帝和舜帝，是人格最完美的圣人。他读了这句话开始深深的思考起来，
这个刃的奔子啊，奔来和药顺一样三两，看来是我错了，我以后要像对待药帝和舜帝一样尊敬他。第二天一早，他首先去祠堂礼拜呢祖宗的牌位，然后呢直接来找妻子，很恭敬的跪下来向他磕头，并且呢说你本来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妻子呢感到莫名其妙，他想我的丈夫啊心意转变了吗？直到昨天他还打我骂我，他认为丈夫精神呢出了问题，就赶紧散开往屋子外面逃跑。但是呢丈夫呢追了上来，又磕头就说你本质是善良了不起的，是我看错了，我对你又打又骂，请你原谅我。就这样做呢有一两个月，这个女人的心呢开始转变了，她呢对丈夫说为什么总这样呢，我从现在开始也要好好的做，请千万不要再给我磕头了。那么丈夫呢说你本来像妖孙一样，为什么我不能礼拜你呢？丈夫呢继续向他磕头，妻子的心呢变得柔软恭敬了，她也开始向丈夫磕头，而且说你把我看成是妖孙，真正的妖孙就是你。就这样故事夫妻互相尊敬，开始了幸福的生活。那么我们大家看，就像你的手掌翻过来还是那个手掌，只不过方向不同，其实就是同样的一只手。故事里的女人前面呢没有品德，后来呢变成很柔软很鲜亮的人，前后都是同一个人。只要人有向上的愿望，有做好人的愿望，那么就可以很快的转变，而且这一切都本来是自信里本有的性德。人人都可以做药顺，人人都可以做普贤，如果有缘分受此普贤信愿，那就能把自信普贤无量无边的心德开发出来。所以呢这就是很快成就的法门，以这个修法呢就可以快速开发普贤的信位，快速呢灭除一切的罪障，快速呢见到阿弥陀佛，快速呢到大菩提树王下面。的确是这样的。现在我来做一个启发，我问你，你有没有成为书法家的可能性呢？答案很简单，绝对有的。只要你有愿力就可以做书法家，你也不是石头，你有手可以动的，有心可以云笔的，只要有真诚的愿望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最后呢一定能用自己的手呢写出一首漂亮的好字来。那我们再看这个写字的成果就是从心外来的吗？这字是我们的心在运转，我们的手在恢复啊，这不过就是我们的心在随愿起作用，这种可能性谁没有呢？话说回来，虽然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你的心里没有愿望的话呢，那即使经过一年也写不出一个好字来。从这里可以理解到，我们的心呢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有上进的动力和努力，往文学的方向去开发，就可以成为就像李白那样的大诗人，或者呢往音乐的方向开发，就可以成为贝多芬那样的大音乐家，或者呢说往物理学的方向开发，那么就可以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等等，甚至呢像做释迦牟尼佛，像做耶稣，像做孔子，都可以做成的。以前我们介绍本体的普贤的时候呢，华严疏钞上讲体心骤变叫做普，就是一切的一切现象呢并不是从其他的地方来的，唯一是从我们这个心的本体上产生的。然后呢说随缘成德，这叫做现。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很妙的，它随着不同的因缘呢就造成不同的色相。这句话讲得很明白，你能结合到自己的心上领会吗？就是你的心本来有无限的可能性，你往哪方面开发就可以得到哪方面的成果。
做文学家，做音乐家，做科学家等等，做什么都有可能性的。你的佛心就是完嫩的，因此呢，你的本体就是普贤，就是如来藏。那么一章讲的到这里做个小的总结，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要领会清楚，自己的佛心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因。然后呢，有某个方面开发的愿望，这就是缘。这样因和缘合合，就会形成果。因为佛心是可能性的，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想开发的愿望，没有向上的努力，它也不会显现出果实来的。任何时候呢，也只是随意流转而已。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获得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而这不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明吗？其次呢，从差别上可以观察到，随着开发的愿望不同，开发的努力不同，自然就有成果上的不同。普贤信愿不相人天的道，只想求到今生和来世的受用圆满，也不是像萧成那样去到自己解脱的阿罗汉果位置，也不是像一般的尖叫那样先修一点再修一点，直到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的。这些都是呢，因为向上的原力不够，所以呢，不能最快速的、最全面的开发自己的佛心功德。打比方来说，比如萧成的愿力到了成就阿拉汉果为止，就不带起作用了。还有呢，像一般修大乘的人，他呢没有完全淡和普贤无量心海的愿力，他说我先修一点，然后再看。再修一点，他也是不甘自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就是随他的愿，也就是自然满满的成佛。那么讲到这里，大家懂了没有？反正这个大乘不共的普贤心愿，的的确确就是让你自觉去如佛菩萨心愿海的修行境界的一种最殊胜的方便，也是开启你本具的佛性的最殊胜的一个方便，也是当下让你进入佛菩萨修行境界的一种修法。而且呢，这个佛心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说开发者的意愿和努力的程度，它可以无限的、无穷尽的向上。如果能依靠普贤心愿，自下全份的承担发愿，自己就可以最正、最光、无穷无尽的放肆，全份的成长期入海的普贤性，这就直接呢操作成佛的各位去入。以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不按这个普贤心愿修持，即使经过堕界也不能成就。相反的角度来讲，能受持普贤心愿，就可以开发如来的殊胜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都会现前的。今天就讲到这里。Sunday, you don't do that, you don't need to be done, but you don't keep going and you are not to pass.